枪后只见纽崔莱品牌活动推广大使陈彦博与大家一起奋力向前冲。这是去年纽崔莱星期日万人单车行活动盛况。今年11月13号及11月20号，这场万人单车行活动将再度陆续于台中、高雄开跑。众所期待的台北场，则是在明年元月8号压轴登场。这次活动大使陈彦博将暂时卸下超马选手身份，陪伴着大家一起享受骑乘单车的乐趣。纽崔莱星期日万人单车行活动从2009年初登场至今，每年的活动都会聚集超过上万名为公益与健康而骑的民众共同响应。沿途除了可以饱览城市美景及水岸风光，报名挑战组的民众活动结束后还可获得证书及奖牌。这场活动不仅能让您体验快乐骑单车的幸福感，感受现场活力四射的健康氛围，活动现场的嘉年华活动与舞台区丰富的表演也是热闹非凡。提醒您，台中高雄场的团体报名将延至10月31号截止，台北场一般民众报名到11月20号为止，团体及个人报名则是延至11月30号截止。爱运动的朋友们，千万别错过这场年度盛事哦！安立新闻陈丽云、杨静综合报道。